婆婆要跟我们那边转，你撸麦来了。你撸麦呢？俺那边撸麦没有撸毛，你把别钱了。哎，你那个三年了？哎呦，三年也钱没白花，喏，俺那没地老干嘛啊？撸麦用的不是？你那冷那地方办的不都？在哪公墓啊？没平常我们村上的。哎呀，俺都没有来俺边下来。你家这里也下来？哈哈，没得变化了嘛，宝，俺都那样的嘛，宝，没。你嘞？都买那我都没得说，没家务的嘛啦。啊，好吧，这个，那样嘛，这个都买手机吧，这样。没意思多来的，多来的，然后俺修了，我没意思没多来的。好的，好的。